好，我们回到比赛现场。那我今天那个土豆这边带的兄弟相符，对，现在跟婷婷一样穿着兄弟相的球服，这个是蛮有具有纪念价值的，因为你知道兄弟相可能就会再来换个球服。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进行 B 组的第二场的四强决定赛，我们把画面切到的是我们的四强赛。好，那我们客场队的部分选手是，客场队是 Mytral。然后我们的主场的是，terrific play once again by Mike Trout. Are you kidding me? That is unbelievable coverage. 好，再来的部分是我们主场队的选手北区的第二名原之所志。哎，我讲太快了，话讲走了。再讲一次，好，我们北区自己的选手，北区的主场是原之所志。好，那比赛开始，在介绍完双方的选手之后，我们现在即将进入到球场的部分。结果四个超级小的去那个室内场哦，那跟婷婷说明一下，这是在我们游戏中最小的一个棒球场，有多小呢？大概两步就可以走到最后面。这么小。然后它的特色就是蛮容易形成全垒打的，虽然没有风，但是它因为够小，所以蛮容易形成全垒打。就看这场比赛两边怎么去做一个，就是对决。那两边都选择的是单连数的组合队，我们的客场队 Marshall 选择一三统一，主场队的话是06蓝绿熊。那蓝绿熊其实在室内略有下风啊，因为他们的传说卡比较少，所以整体的话可能对于原之所志会比较吃亏。那这场比赛就这样随机球场，进去哪个球场大家都不知道。怪一点也怪一点，大家可以看好，而且我怪一点，你怪一点。我只说你怪一点，我可能没办法。好 ，OK 的。好，我们现在比赛开始，来关心这场比赛两边选手的配置。那这两边选手其实在预赛的时候都有上过直播频道，大家都不陌生。那我们的马超选择一三统一带的是陈金光，使用传说卡是陈林浩，就是这个王甘霖在客主场队的部分是06蓝绿熊原之所志带的 B 级哦，以及陈金光的两张紫卡，潘宗伟黄义的传说卡。好，他的金光是六级的哦，好厉害。对，这六级的金光，对啊，怎么了吗？没有，怎么现在有点不习惯？对啊。因为他们直播球评有时候念选手名字还蛮喜欢念台语，他干嘛？就是有教过球还是什么的？因为他们练球的时候就讲台语，就是讲台语叫有 feel， 还是休息室一定要讲台语吧？我曾经去过的是台语球员跟球员之间都讲台语，对，比较道地，大家都是台湾人，台湾人。结果曹总那个杨将来都没有学到国语，然后学了一个台语，然后回去跟那个外国朋友分享，你恭喜阿公阿婆。哦，他们学的可能一些什么假发呗，规定。哦，两边的陈金峰、护网多浪都六级，这场比赛精彩刺激哦，是两边都六的陈金峰。那室内球场就开始在场上有所掌握，这要连续安打比较困难，那一棒就扛出去。打不完跟全垒打，你就喜欢哪一个？当然是全垒打，很嗨。对啊，靠全垒打。我记得有一次在花莲比赛，去打三天吧，然后有一天下雨打，
然后好像有一天吧，加起来连轰两次全垒打。当天当对，就当场那样。当场双响。左边左外野一颗，然后右外野一个。哎。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刚好在休息室。然后我有看到那个电视，然后我当场就是跟着恰恰一样跑圈，整个球场，对，我在休息室跑，自以为休息室有的1,2,3绕一圈，超开心的。那你有学呢？哦，他比较低调，对，然后恰恰就低着头，好。然后张泰山会绕过一垒的时候指向观众，绕过三垒的时候，对，你学蛮像的，对，就这样指向他们的观众那边。对，恰恰打击有一个特色，他是需要拿那个在接力棒前，后来拿着自己的球棒冲，对，然后冲大概1/4才丢掉。我一直听到自己的声音。对啊，我请他关掉声音。哎、欸，阿正，声音关掉了。说话的场次比较少，对啊，对，没办法，毕竟是还是要取决于人口啊，就比较有一点小小现实面，但是还是多安排一些啊。而且我还蛮喜欢去花莲，真的哦，非常的漂亮。在那边去了三天，都觉得皮肤变好了，是啊，因为空气很好。那你们白天有时间出去吗？白天都在球场啊。白天只是下午之后。我们大概快中午接近下午的时候就要去球场。哦。所以等一下饭店起来就等在饭店周围。没有，我们就睡到该起床的时候。之前有去过换这个。那球我觉得七星潭的时候很美。我好像好久没去七星潭，我已经忘记它长什么样子了，很多石头，但是哦，非常有特色。而且轮到打击的是大头石柱，哦，小头石柱，不是大头是你们的枪。大头石柱，哎，小头啊，哎，我有点搞混，到底大头还是小头？我们请网友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大头还是小头？哎，王。大头是我们家的。对啊，就是小头。大头是我们家的。刚好讲到石头，那轮到打击的是小头。好，反而来到的是后段棒次有人上垒哦。这个，我操，谢长亨不想投了耶！你们总教练现在有点喘了。年纪大了，累了，千尊累了，那就千尊累。这个时间点有点早，有可能会变成这场比赛蛮关键的一个差异一个点哦。因为你室内，然后你要维持单年度，你这样一下子就把先发投手，而且又是传说卡换下去，怎么样拆全砸吗？只换了高剑山，那现在只有高剑山、林月平以及南投。备用，还有一张是那个王信。那如果持续加维持一三，可能在七局的部分会有一些人之所知，可能投手就这边会有一些机会可以攻击哦。那对手的先发投手已经下去了，现在吴思佑在场上，就是算得到一点小小的优势。那主要都投慢虚哦，对手对着慢虚让我到手，全力打 ，Home run。全雷打！刚讲完，连续投了三个慢虚，这边被逮到了，形成了一把阳春全雷打 ，so over。他说我穿黄色有气势，谁说的？就是那个，这个他很有气，有点大，有点狼。好，这边刚是七等的唐兆廷。唐
造型。高球打得还蛮漂亮的，没有人可以处理，那就发失误，这个正当二垒哦。你女神啊，棒球女神眷顾的时候，怎样都不会死，还会上垒。你知道棒球女神这件事吗？不知道啊，我。好没啊，就棒球女神。受眷顾的一方的话，都会让对手一直失误啊，或者怎么打完打。太远了。海克这几年，好，现在这个局面非常紧张，因为你多掉几分会越来越危险，一分的差距才是一个合理的范围。这种高张力的比赛，一分差距其实就是一个。再多就真的太多，因为你逆转的那个机会会越来越小。但是如果先上打三分、五分，还有机会逆转。那就好去兄弟相对敲鼓。我可以帮你，我可以教你敲。我没有玩过那个，你有玩过吗？有。那你有敲出节奏吗？我要请他们，就是大哥教我敲最基本的，对，四拍，就是如果别人就是被出局的时候怎么敲。我还有那个拿那个麦克风，喊口号，如果带大家看，那如果有球迷刚好看那一场，应该觉得很开心啊，还蛮好玩的。可是女生喊就是比较没有像男生那么哦。没有啊，那个气息，另外一种 feel， 温柔版。那我记得兄弟会先应援曲一段，然后再喊，喊完两趴之后再应援曲一段。我不能唱应援曲，他们说我 key 太高了，大家会没办法接上，他们叫我压低了，没办法。兄弟像是安达安达，擦擦擦，安达安达，兄弟像对的，对对对。他们喊，好像有点久没球了，脑子不好使。兄弟，像对王胜伟，安打安打王胜伟，加油加油，然后就是接力应援，应该这样。不是，我们还是看我们的王胜伟，打打打打，兄弟像王胜伟，然后安打安打全垒打，这样。哦，就很快，急促，然后马上接应援。在球衣，这应该是哦，但是他算是淘汰的球衣哦，因为我后面缝的是那个很像洋将穿过，这边还有一块的，对，它是贴布，你知道，前面一个被淘汰之后，下一个就是贴布上面，然后再缝名字，大家看到吗？很酷哎，在哪里酷？不知道叫什么啊，高什么？看不太出来，高什么？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太出来。然后是45号，查一下，不知道是谁。45号，大家可以查一下。我猜是洋将，然后他可能就是拜拜之后，球场不要的感觉。就缝一块布上去。缝一块布。快去重新装备。有人要打鼓，然后会打鼓，不好吗？好，我真的希望，只要希望婷婷可以继续跟就是单打啦，对。我可以去看中信兄弟的比赛。没错。非常那个。希望中信兄弟。要想要。我们私底下了解一下好了。有人说高敏姿，我看看哦，真的吗？米是有点像哦，是哎，好强，没有三点水的姿 ，Google 大神，没有三点水的姿，好强哦。然后他等下就去捞他的成绩，超强的，投两场，然后防御率3.7，有什么问题就是。
问大家就对了，神回复。好，刚好提到在杂牌部分是有 Mytrial 先换了，那因为他谢长亨太早下去，所以他就是先换成了杂牌队。那一分的差距其实在这个球场没有很多，比赛来到中半段，两边都还有对这场比赛都是有赢的机会。那个我看是又那个，哦，真的一点点。又好了，又好了。蓝绿的传说卡比较少，因为他们的是补上来的球员啊，比较年轻啊。有的是成绩还未打，有的是太年轻了，就是还没有退，所以没办法。像这些老经典的老队伍，那么多传说卡。新的球队，边金鹏诶喊暂停，马帅又继续换，越换越凶哦。感觉账号的紫凯火凶火多的，那投球的是 Kara， 看他在这个姿势上以及卡片的等级有没有让他取得一些优势。啊，刚忘记叫上一个你的来宾讲几句话，请他讲几句话，讲一下你的感言。平常就可以在家一直练习。他以前是板神虎啊，其实有黄色的一些元素在，还蛮适合回到兄弟相对的。那现在楚劳特感觉在脸上有的还蛮谨慎的，这局对元首是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局了，因为没有人出局就有人上了。我们看一下，又轮到的是三四五棒中心棒次了。哦。又换上美沙直球派的要来，这个球场硬碰硬，逮到可能就会一翻两瞪眼。终点了配球，我们有发现哦，在今天还蛮喜欢使用终点配球，那这个抓到板形成的冲天炮，这种情况是最闷的，就是已经面壁卡一个打击，你要猜到球其实不容易，有四个选择。四个位置，然后有时候猜到又没，像这样猜到没打好，很厚啊。哦，好。哦，哎，这还是扑下去，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怎么样。很可爱，是吧？滑倒，对，很可爱。哇，六卡相当的凶哦，非常多。这边又是一张六的大地四，大地四选择多空，吓坏了。好，下一棒问是泰山。其实抓到机会也不少，但是只出现了一只在曹特这边有打点的机会。你在看什么？我在看那个电话。他说你 FB 有管理员吗？还是都是你发的？有管理员啊，但是我自己 po， 我通常每一个文章都是我自己 po 的，留言我也会看，每个留言我都会看，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很奇怪的留言，我都会删掉。就一些很你知道暴徒嘛，你懂的。来乱的，请自己左转。好，再换上柏林灯，是柏林灯，感觉大家蛮想喜欢用的，是因为它高底，然后警察加西变吗？哦，选择中方。好，现在比赛要中半段了，这边跟大家提一下，在我们四强部分啊，获胜的选手可以，哇，有两种情况，有一个玩家名哦，说兄弟衣服好好看，我现在穿上黄金战袍，你有整个人觉得自己厉害很多吗？他都是圣衣哦，球迷间都是黄金圣衣。太酷了，穿上去之后非凡，尊爵不凡。把我们穿上去是 ES， 光是 ES 吗？这样会不会太高调了？远远看到两个黄黄的，黄色真的很明显，真的。这个骑那个脚踏车很安全。这场打好慢，有一点慢，节奏有点慢。还有。好，那我们在四强部分，在四强选手都可以获得我们在协力的赞助的厂商和邀约所提供的奖品哦。我们请那个婷婷让我们玩家看一下，这个是滑鼠垫。滑鼠垫。好，这是滑鼠，而且一个人有这么多东西。是滑鼠挡住。是滑鼠，大家说坐好。好，这边是我们身上戴的耳机，是我们现在戴的耳机。挡住，没跑好，好看吧？好，那再来就是那个在对选手比较重要的键盘，而且最贵的就是这个键盘了。哇，这很重，哇，有点重。好，感觉很棒哎，这个键盘很赖，超酷的。我可以带回家吗？可以送我吗？等一下你跟四强比完再送我好吗？换25号去的时候再干嘛好好？然后这是以上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原之所至已经拆成 AS 了，所以他就是叫小吃亏啦，在整个火力上也没有杂牌，可能这些杂牌的数值这么好，那捕手也没有出卡的小胖，算是相当简朴的玩家，现在打到了是我们的全国八强，有机会挺进到四强，这是相当不容易，而且原之所至在今天遇到对手非常难缠哦。还有的看，现在只在六局而已。好，现在轮到的是小胖林红玉。大宝哥，我操！小胖开轰炸裂了。这个是韩国人相当熟悉的一张卡片。小胖，可惜他不是卡，但是他一样有长打。他都快是小胖了，对，还好。有时候你们就是遇到对手的那种中心棒式打拳来的吧，就是觉得，哎，真的有那个能力哦。对，但是又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没办法是那种感觉啊？好，这边六局下追平了，现在又呈现一个非常紧张的情况，因为1-1，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原子所知是主场队哦，他的优势会逐渐的明朗。满刀跟前三打六人的大力士做了一个补防，但没办法接到这一颗球。六人出局，一垒有人，等于是连续的两支安打，所以在投手上是否投手已经换了。这个没有再退，直接有拉筋接回到一垒。好，雨薇哇，哇，这等于连续四次的攻击都有入框。那这边是四支二，一支全垒打之后，一支安打，然后两个人出局，现在轮到黄龙一，两人出局应该会再拼打击的。本田呐，152的位置放在的是外角低，南音之神，来了，有小编的有镇压的感觉，为什么意思？现在来到庙会了，是因为太宽，像那个大佛神，直接是黄色，直接是战袍。我之前听到那个 Abreu 的消息，还蛮期待的，好像 Abreu。但是又是空穴来风，义大当然要想谈那种大咖，那还是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对，多吸引一些大咖球星，照顾一下台湾的球迷，不管是对球迷的票房，或是对球迷的那个棒球的感染来看，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希望今年可以比明年更好。真的，那更重要的是第五队算是有厄运出现了。第五队。觉得是哪一队？我不知道谁想要这么快下一队。哇，那个过年的时候买个威力彩有没有？就自己做一台算了，但他本身是我中头奖嘛，然后你当了他队。可恶，自己组一队。没错，是空穴来风，故意要念空穴来风。空穴来风，空穴来风。那另外，统一的2014年的大卖点就是那个小小郭郭宏志，他回台湾，决定回台湾打球，然后加入统一队。我来猜。323包会不会他开就是打那个开幕战当先发投手？很有可能哦。323，我趁机说一下，324是我生日。很好，大家记得。是423吗？我看一下，对啊，223，开幕战223。好，对，没记错。3月是要生日，好，粉丝朋友注意了，那个卡片跟礼物不能少，先够，好，到时候，而且很好记，绝不会忘，没有错，就是参展结束了，宝剑好像有，对，好像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好，祝你生日哦。哇，这边发生了一个蛮大的失误，但是两人出局哦，看能不能守住了，这个也蛮要命的哦，没有挡住，反而让他不要先打墙边。打到二垒了，而且他的打者蛮有趣的哦，叶君章哎，我没看错，放的是叶君章捕手这个位置，叶君章，而且是室内，是蛮有特色的一个摆法，可能要吃他的潜力。那我刚没有注意看哦，等下第二 round 的时候看一下叶君章带的是什么球，哦，他换掉了，换了一个 A round 带跑。这个代跑有点奢侈，是一个亿元男的棒球金童 ，Aero 最近很红，因为他在今年不能打棒球，被禁赛。我有看到新闻。那是一个不该吃的东西。那他这样被禁赛多久啊？一年。哇。完整整的一年。喂。所以你偶尔还是会看那些纽约场，就是会看，我是看新闻啊，哦，八卦新闻，对，还有足球赛，英超足球赛。
足球乐快来了。没错。好，在 C 组跟 D 组的选手等了蛮久的，因为他等了蛮久才。你现在是怎样？你被等你啊你？我们有要下班了？不行，要等我，我们要去。要一次投球。好。Aaron 回不去了。对，我觉得他就算能打，他的身手感觉也有差哦。他在一还是一？想一下，我忘记某一年，其他有一半的出场次数，然后那年的卡片是黄卡而已。他就有一点打自己球的感觉，就是关键时刻都打不好，垒上没有表现的比较好。他好像是连季后赛都被包进去吧？还是不重要？不知道，现在青鱼下班，非常久。玩家说这件衣服挂在门口可以警告财神。真的吗？我都把它当衣橱哎。我们知道那个407蛮多卖彩券的那个，台湾彩券，台湾去买啊，很有名。退化是那种分水岭很明显的，就是发生什么事？纽约的记者非常的恶毒，他表现不好，就是被酸。那这个罗生门需要洋基打进去季后赛才知道到底有没有进季后赛，而且你一个选手整个例行赛都没有上，总教练也应该不太敢让 Aaron 上场。对啊。哇，我觉得换上来就直接飙，没有想太多，反正就投给你打，看你打的。再打请科比打棒球，好好笑。请科比打棒球 ，Why？ 为什么会有科比乱入？刚刚完全没有科比梗啊。Michael 就是打过篮棒球没错，他先打棒球，打篮球。是哦，我不知道哎、欸。好酷哦。好像42号，45。他在哪队？芝加哥吧，不确定。啊，没关系，我们请网友来帮我们解答。有在工作大神。八局上了，还是1-1平手。哦，真的是白袜耶！对，就是白袜。讲出来自己会慌，是白袜。就是白袜，是吗？对，因为其实知道网友，我们其实很怕网友的纠正。哇，这一下靠着卡片的力量喷了一发全垒打。全垒打。而且来的非常重要，是因为现在比赛来到第八局。果然在这场比赛，这个场地真的是靠全垒打分出胜负的地方。狂打全垒打。老爹怎么可能来呢 ？MVP 耶！好，那这个出局，等于原之所至又陷入了一个劣势，那剩下六个分数，这个其实。在落后的情况、啊、那个打击感觉会跑掉，有点紧张。尤其比赛要快结束了，然后更紧张，然后结束，信息很多哎、欸。
我在揣摩选手的心情，因为大家自己玩都会这样，因为落后的时候，除非你先把现在当成一个就是忘记平常在玩，忘记比输，对，那平常已经在玩，像是在打俱乐部一样，输就是赚三万嘛，那赢的话就是看他想赢，然后平常你看在八九点的半局会不会有一些反攻的一些契机出现？也是从这可以。守住，加油，冷静，不要慌。他的小胖又入坑了，但这个感觉就有像我刚刚说的一样，你在落后，那入坑的球你能把握吗？那刚刚球入坑，但没有形成一个成打。你替颜值所致紧张吗？没有啦，就是我喜欢就是看棒球的，就我两队都不认识，我喜欢看落后棒，就是会把心情转换成落后。我都喜欢当就是先者，对，我说夜晚赢了，因为当心情比较好一点。哦，你那个是一直好心情，然后我是追求一种逆转的那种开心。像我有时候转NBA 啊，或者是 MLB，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没有支持的球队嘛，因为你，然后就是又想看运动的节目，然后就会我转到时候谁落，然后把就会把心情放在他们身上。我跟你的心情都相反，我转到我就把心情放在现在领先的那一方，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开心的。对，了解，非常好。我看足球也是，然后现在谁领先好，我支持这一队。我懂了，说明你就是整个看起来就是平常都开开心心，我喜欢开心的，真的，还是我不想阴沉，我不喜欢看要输的感觉。好，我们两人出局啊，剩下是九上最后一个出局数，应该会选择说谎。那我们看原锁有没有拆掉？没有拆掉，哎、欸，有还是没有？好像有。应该拆掉，那等一下会用杂牌去打。轮到了棒次是第九陈金峰、安宗伟。来啦，精彩刺激的九局下半，大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2017年亚洲杯全国单人赛的四强决定赛。目前的话，由客场队的芒帅小小的领先一分，在九局下半已经所持有最后半局的反攻机会，赢得一方将可以前进在我们的 TGS25号的台韩总决赛。好，原之所知，再次换成的是。组合队哦，由陈金峰打第一棒，有求必应，陈金峰这边会不会帮他把劣势给稍微的带起一波攻势？哇，这个对角的配球似乎也没有掌握到，好紧张！哇，路过没有形成安打，只剩下两个出局数。盘中的球撞到横道回旋，出局追平炮。哇，这个比赛真的非常的戏剧化。来到九局下，他刚度过的是最难度过的一关哦，陈金峰，但是被辣把盘中位给逮到，扛到扛出去。那今天反而变成原之所至一个再见，说再见的呛死了。原之所至真的这么可怕吗？利用这个蓝绿蓝一狗已经打到这个地方了，现在还是不愿轻易的放弃哦。那瓦德回稳之后，立刻给对手一张好 K。那拿到 K 的原因，也有可能对手就是强说，硬说到底，两好球还在说。TGS 入场，哎，冷霸空，
八刀，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一定要带钱200块，但是应该是物超所值证明啊什么的，你绕一圈之后可能身上都装满了，除了装满一堆床，就是那个赠品床。传单，那个就是没用的东西，应该是有一些小小的证明。跟很多人合照是 SG 吗？对，很多。可我觉得 SG 真的蛮好的，前面都围很多人，就是一堆人会拿着大炮进场，没错，一个比一个还要长。然后拍完之后，哎，今天有什么游戏录到？有，然后拍了70几个没来。婷婷，我回来了。嗨，欢迎回来。那你还有两场比赛可以看。对，现在进行的是 B 组，这个又延长赛了，糟糕，6点了，怎么办？延长赛的部分是十局可以换，11局开始不能换，所以十局的部分双方会做一个最后的调度。那这个调度可以十局下两边都可以换，十局下的2出局之前大家可以换，所以不一定是你是先攻先守，可能会影响十局下半的换暂停。那这个暂停就是有时候其实有限。小编。这蓝尼狗同学非常的贴心，对，这样子。没关系，他都没有叫我吃饭。他可以想说你吃泡面吃饱，还是大家知道你要跟烧宝宝去吃饭？带烧宝宝吃一下台北的美食，边吃边当边转播，应该不是很好。大家想看我边吃边转播吗？可以吧。大家说好。但是我跑姿相不太好看，还是算了。你吃饭了？你知道没有放，我就会很暴躁。哎呦，你真是饿肚子心情不太好。没有说。而且，蓝狗同学要请我吃饭，这么好。真的。而且那种，比如说。饿肚子就真心情不好的女生，男生就很粗。哎，可是这样也很好，我们只要心情不好，拿饭给我们就好了，这样也很好搞定。就是肚子饿，然后吃一下美食，填饱一下肚子。对啊。这种男边吃边摸，两个都在吃。哎，现在到哪了？没有一抬头，我觉得今天排骨那个煎的炸的还不错。殊不知已经比赛结束，然后这个变成美食节目。对啊。今天还蛮会出现延长赛的，这个，居然没有按暂停，暂停没了吗？11局才没是吗？11局下再换最后一次，他这个有点喘，这个又是球传交换，哦，没有暂停，谢谢，非常感谢远方来自远方的那个裁判以及关心这场比赛的选手。提供我们这样的讯息，已经没有暂停了啊！虽然这局安全度过，11局下就会变得11局下非常可怕，所以11局上可要试办法突破对手的小鸡哦。小鸡林恩宇，对，他最近也故事蛮多，辛苦蛮多的。这球打得不错，但是位置选得不好，选的位置是最深远的120码的中，120公尺中外野，偏左偏右，就是上射上看台哦，但是中外野就太深远了，没办法形成一支长打。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吃鸡腿啊。想吃鸡腿。今天之前排骨有鸡腿，然后里面有两只。真的假的？两只鸡腿。完完整整的两只。但鸡腿好贵耶。哇，这边又单攻了。陈金峰给切到，这个跑位来不及了，这太刺激了。陈金峰，是陈金峰吗？不是，
我可然后是音响，又是音响，今天是音响的日子哦 ，Eagle Day。那他扛了一把全打，这边是第二次长打，今天二连打。看一下音响，可不可以拯救一下普劳特目前那个被迫遭到追平的一个僵局？所以你喜欢吃鸡？嗯，我喜欢吃鸡腿，还有牛肉，葱爆牛肉之类的都可以。有人说要送便当给我，这么好。那要快哦，来一个，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我们比赛结束了，还定哦。头好大好像什么？什么头？哈现在时间可以讲一些其他的了，没有暂停，两边都不能暂停，两边都不能暂停。反超晚上的太时间，在退去不快，我觉得多少会有一些状况。滑球速那也很粗暴，应该是针对某个位置做一个，然后这个用球速有点多，打得球路宽，哇，其实投手没体力蛮好的，没有打好，不要紧张，现在是十一局下，很有可能一棒比赛就结束了，非常的可怕，而且没有体力投起来非常的抖啊，这个多抖了，就跟像在那个零度天气零度以下，没有穿衣服在街上运动。辛苦吃牛肉面，去我家吃牛肉面。哎、欸，大家都知道在哪兒吗？很多人知道吧？所以你不会就是在讲说在哪兒，就是知道的人去。自己 Google， 在 Google 呢 ？Google 的。哦。那我要去 Google 一下，我还没去过。那我讲在新北市板桥区四维路115号，记住了没？我讲一次哦。因为我住板桥，那我知道这件事，就是你的那个牛肉面，牛肉面那个那叫什么？芝花。对，然后在板桥，大包拿。现在是因为六点，所以要打响美美食的话题，这边扑过去上来了。哇，这个一防刚打在那个洞上，我觉得打得非常的好。那打者现在有求必应，有进攻。哇，摇头了，现在不是传，现在是整个摇头。哇，被抓到。啊！他都在讲吃的，虽然对手没有体力哦，但是他刚好是一个点放的四缝，所以才有办法抓到对手的这个 page 的一个盗垒的时机，所以最后被盗上垒，这个蛮关键的，而且还赚到一个出局数。我开光，哦、嗯，哇，由于所致，其实在猜测对方的心理的部分还蛮优秀的。喂，好。十二局赛，哎，好像一点点对，然后又来了，哈哈哈哈，这样可以吗？这样不行。我不一，好，大家一直看到摇头头晕。其实现在有点残忍啊，那两个投手举着枪口，然后就是没理的晃晃，看起来好可怜哦。然后就是为了看谁最后这场比赛的赢家、喔。那其实这场比赛在四强赛出现这样的局面，其实蛮合理的。那。选手其实都蛮强的啊，也才可以一直打到这个阶段。没错。那这个没有体力，你要连续出现两个出局数，这边也蛮困难的。很好。克拉克，你前面的要加吗？
那一台，吓到，心脏停了。哇、哦，这会点吗？还是会虚处死打？哇，死刀球打下去，蛮深远的，但是中外野大第四还有办法解救这个全世界。哇，这个差点就一翻两瞪眼，什么都没了，只因为你的狮头球。那现在是零到第四的打击，可能有还。就是有点喘口气的感觉，因为大力士表现上表现不好。那我觉得二局下如果有一只手没有拿分就蛮危险的，因为他卡片的强度，因为 Mytron 每一局都有机会得分哦。那有一只手的话是二局下扛到，陈一鸣没有接到。哇，这个手背框不够啊。那这个没有人出去二垒了，应该会选择短打。短打不行的感觉。我直接用拉打，平哇，守住了，没有选择短打，最后硬打的，最后让跑垒员不敢轻易的。我们看跑垒员是速度不够。沃克，这边是卡片的强度，沃克你在。哦，这个要进加沙吗？两边的跑垒都不错，守的也不错，没有被骗。那跑垒者也没有太过的造进。现在轮到是乔凯纳。有句话叫做“小卒也可以变英雄”，不起眼的黄卡这边给了一个当英雄的机会。红点配球没有跟。最后那边是保送，好，现在换到刘旺，也是一张黄卡。这个是一般两分，路光就结束了。三局三，你想说为什么要这局吗？好久，做这个人头会站起来笑。可以，哎，我觉得你人真的很直率，非常好。那有女生会说没有不会，然后说这真的很久，真的，我觉得你我无法，你的个性非常好。嗨，大家好。就是不会像有女生说什么不会啦，就是哦还好啦，这样子做就知道了。就这样直接也直接，对，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还想拉个筋，做个伸展运动呢。哦，比较抓球，但是最后是没有经过球的大奖。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场？哇，这倒是一侠，两只长打。不要讲话，让一侠好的发挥。多一点，不知道是视觉问题。观众，假如里面一颗头，外面两颗头在咬。他说你要就站着跳空。哎呦！哇，最后选择中框会缩框，这蛮特别的啊！我帮你把线放长一点好。你不见了？你不见了？巨怪华造轰。
球。太犀利是指什么？看到平平吗？真的，然后看到你这样有动作，有一些动作。所以大家喜欢看这种动态吗？很像，很像在棒球场，因为在棒球场可以看到你那些。没错。我没有便当啊。好，两边在13局还是14局都有用臂击有路况，但是最后都没有形成长打，是14局下。拉筋抓到了，球不见了 ，Gubogi 啊，直接是成长打。哇，两打，有机会得分哦。你在干嘛？我要分散。没有点。看来是确定要点了，应该是哎，传三连胜，这会影响到比赛了。这个传一定是传三垒啦，但三垒手下，三垒手下密朗如何理归之？守备框不够。谈不上。哇，赌很大，一分都不想掉。这应该是，要不要？今天选择掉一分哦，这样可能一单打可能就是一个崩盘的局面哦。嗯，没有错。哎呦，14局了。但是还是在用这个林恩宇做一个非常小的。陈向启棒，形成了一个长打，到了两分打点，而且已经在垒上有两名的跑垒员，可能打不完哦，可能要打到十一吧。那你就看出刚刚也，他这次也没把对手填满哦，那刚有填满却没有得到好效果，这边又不填满，所以刚刚说那干脆就不要填满了。哇，太强了！出力！哇，这边有可能又多一分哦，因为今天高盘跳又多一分啊！张泰山靠自己的双腿帮球队多了一分打点，不愧是打点王张泰山，这个一个真的是一个崩盘的局面啊！紫卡军崩溃没有啊？多缓了，是紫卡军目前是取得大幅度的领先。哦，这球也很远，但是没有完整入框。来到了4局下半，看一下双方的攻守数据：十安对上六安，一个保持在两个保持在一个失误，他这边差了4分，只需要一个上垒。我们看一下打到哪一棒？陈金峰、潘宗伟、大力士、维兹凯尔，这个都要有人上垒，才会有后续的一些可以打的情况出现哦。其实有人上垒就会有打不完的感觉，那很快的一人出局，其实在追分上其实没有那么顺利。但是也有守备框很大，两人出局，最后真的就是因为投手没有体力的原因哦，可能没办法延续自己的打击的一些成效。那好，最后比赛结束就由我们的马帅在。中半段那边有守住哦，其实中半段蛮危险，他最后是靠着在10局上半的一龙一轮猛攻，啪啪啪啪啪，赢得了这场比赛。恭喜！好，那我们这场比赛其实做非常的久，谢谢婷婷，我们大家这场比赛第三场比赛是
烧宝宝，然后第四场就是大家在一起进行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大家稍作5分钟，拜拜。